就是你这猴头，刚刚与那些阴兵正打杀着，不知为何昏了神。那儿，吾乃牛魔王麾下先锋，还好未伤你性命。<笑>饶你，饶你。你的事我早有耳闻，你要寻的东西，老大王定然知道。 如今山里生了妖孽，不知哪里冒出这些个阴兵。上山的关隘也被几辆棺材车拦住，冒着邪火烧老子。我想你有些溜撒，寻个法儿把他们都拆了，如何？棺材车又叫五行车，是大王的孩儿炼化出来的异物，厉害得很。 那车，怕不只是阻止我等上山。我觉得其中定有蹊跷。眼下老子还得守住山门，这火焰山乱成一团，没了我可不行了。棺材车又叫五行车，是大王的。那车，怕不只是阻止我觉得其中。
Thank you.
眼下老子还得守住山门。棺材车又叫五营，you